羽球，戴资颖中段31连胜，最新世界排名出炉。2018世界羽球锦标赛球后，戴资颖止步八强，中段31连胜。世界羽联今天将公布最新积分，戴资颖仍为女单第一，但与第二名的日本好手山口茜差距不到一万分。女单方面，戴资颖目前的积分为96817分，山口茜在今年世锦赛打到四强，积分从84963分增加到87743分，与小戴的差距缩小至9074分。第三名至第五名仍为印度裔子辛度 PUICII LOICINDLITRIO， 泰国名将伊瑟农 ITCHNOKINTLNON， 中国女将陈玉菲。夺得第三座世锦赛女扇冠军的西班牙前球后马林 CLOLINVIMARIN 排名上升二名，来到第六名，第七名为中国女将何冰娇，上届世锦赛冠军奥原希望掉二名，来到第八名，第九名为南韩程池篡，日本高桥沙也加升一名，来到第十名，印度前球后塞纳 ICINANETRUTAPLUAL 则掉到第十一名。男单方面，球王仍是丹麦安塞隆 EKTORAXELISN， 今年世锦赛亚军的中国好手石宇奇升至第二名，大马名将李宗伟掉至第三，世锦赛冠军陶田贤斗则升三名，来到第四，南韩孙完虎掉一名至第五，台湾好手周天成也掉一名，来到第六，中国好手陈龙升至第七，印度斯里坎特 ISIKANTHKIDAMBA 掉至第八，香港武家朗为第九，日本选手西本全泰升四名，来到第十，台湾男双双林佩陈红林王麒麟打到世锦赛四强获得铜牌升五名，来到第十名。